政府呼吁疏散戒备，居民细抗山竹保家园。超强台风山竹来势汹汹，政府唔敢松懈，一早呼吁大澳、鲤鱼门同部分偏远岛聚居民疏散到安全地方。不过唔少大澳居民决意留守，仲做定防风措施。冇错，呢度惊打风咧，都两只门噶，我哋预备。系啊，嗱，有啲人女窗，有啲人木门啦，啲人木门好坑噶，啲人木门几十年噶。嗯两只门啊，因为咧惊啲水位大咧，就唔够力冲啊，所以有呢啲横缩缩。边度啊？边度有块踏板啊？喺呢处啊，喺个位嚟嘅，打翻佢啊，唔呢度咁高啊。屋外面多了保护，屋入面一样要做足准备。听日咧，我啲仔翻嚟帮手。哦，你啲仔就唔喺度住噶啦。我啲仔喺西湾河住。啲设计我中乱啦，你睇到我啦，冇得再搞噶啦。哦。即系都晾起晒喎。系啊，晾起晒啦，晾起晒冇得搞，系一个洗衣机未晾啫嘛。都系喺度噶啦，祖屋一定你去得边度啫？嗯。啊，你就算系呢度震嘅，走埋街避一避。咁到你水退咗嘅，你亦都係翻嚟屋企。佢係擔心啦，浸水。好似話有啲義工嚟幫你哋，即係搬起啲電器喎。你會唔會都俾佢搬啊？咁啊，嗱，搬啦，百幾啦。上年天鴿襲港，搞到里山損失咗五六桶蝦醬。今年就吸取教訓，晨早搬曬啲蝦醬桶入倉。咁我哋呢度就基本係石屎樓啊，只要我哋行上二樓，唔開門。基本可以避得到風，人身安全起碼。運裝警禮拜五朝早嚟大澳巡視，抹低水浸過嘅地方，又登記居民資料，以免颱風之後有人失蹤。民政同渠務署都有嚟幫居民綁好啲唔穩陣嘅嘢。好多啊，到啊，到咁多度啊！我哋加裝咗呢一塊嘅擋水板，咁個高度咧一直咧就去到咧主水平嘅基準面咧就3.8米嘅。咁我哋就希望咧透過去安裝呢啲咁樣嘅擋水板咧，就可以保護到咧而家喺太平街啦，同埋永安街以南一帶大澳呢個地區嘅地方。係希望咧可以咧大大咁樣去減低咧水浸嘅威脅。渠務署咧亦都會透過短信咧係去通知翻咧大澳嘅即係居民代表啦。咁而且咧紀律部隊咧，亦都係會同埋啲居民代表咧，就會去到而家大澳嘅低洼地區咧，勸喻咧啲居民咧就盡快離開啦，同埋咧就撤離去到附近嘅臨時收容中心咧，係去暫避嘅。有區議員話揾咗義工幫長者搬家私上高位，當山竹打到嚟嗰陣，會開兩個庇護中心俾有需要嘅居民。而民政署禮拜六會安排專車接居民去到附近嘅臨時庇護中心暫住。好，咁啊嚟到咧呢一个香港6:30，咁又系星期二啦，我同阿 Nano 啦，咁啊当然啦，今日冇办法啦，即系其实咧，我呢两日睇新闻都系睇到，我琴日系成日唔睇新闻就打机，唔系唔睇新闻啊，其实依家我都唔睇新闻，我依家系睇 Facebook， 咁我琴日系唔想开 Facebook 咯，因为哇嗰啲咁样样嘅新闻嘅轰炸咧，来来去都系嗰10幅图。即係你都估到係邊幾科，因為你個 Facebook 可能都係，跟住來來去都係嗰10則8則新聞，即係然後來來去都係嗰幾種評論。咁其實你問我咧，做網台節目最高難度就係做呢啲新聞，因為當全世界都講完講清講淨，去到星期二啦。咁究竟仲有啲咩可以講呢？不過咁當然我都係有我自己好強烈嘅睇法啦。不過我等間先講，咁啊先由 Nano 講下先啦。即係你睇到條片嘅話咧，真係要同大家講聲歡迎翻到9月15日啊嘛！我哋又由呢個風災嚟到之前咧，開始同大家睇下 overall 成個風咧發生緊啲乜嘢事喺我哋呢個城市嗰度。咁樣咧，其實咧，究竟喺個風嚟到之前，喺網絡上面大家最關心緊嘅係啲乜嘢議題咧？啊，肯定你有冇留意到？大家最關心啲咩議題啊？個風嚟到之前。包子同埋麵包同埋呢一個嘅嘢食咯，即係其實最關心係食同埋麵包咯，係啊，係啊，咁然之後咧，咁膠紙麵包嘢食究竟乜嘢一回事咧？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嘅話咧，應該仲會見到啲相咧，就係講話超級市場、街寶呢樣嗰樣嗰啲嘢食嘢被清曬啊，全部嘢冇曬，根本都冇乜嘢嘅。咁樣咧，最大爭議性嘅咧，應該就係個膠紙由10蚊賣到去80蚊。我覺得嘢食都有啲爭議㗎，即係嗰陣時咧，我仲記得好多人搶曬麵包。點解搶麵包咧？因為打風最大鑊，唔係落唔到街嘛，仲要停埋電。咁我嗰陣時咧，見到啲人狂搶啲急凍點心，即係我心裏邊都諗，即係如果你冇電，跟住你著爐嚟整嘢。
嘢食咧，即係當然冇微波爐啦，其實都危險嘅、哦。咁但係即係 anyway 啦，即係啲人其實都好醒噶啦，即係可能就係佢哋上一代嘅心得咯。哎，有啲咩唔對路，其實星期三上個星期三已經係開始搶咗一輪噶啦。咁、去到星期六咧，唔係星期日朝頭早啦、其實都係八號風球啦，但係都仍然仲有一輪嘢食可以俾大家攞。咁呢個當然就係即係香港同以前嗰、那個即係物資分配唔同啦。咁至於膠紙係點樣樣咧？膠紙就係講緊咧，網上面就好多人鬧啦，就話因為其實有個好強烈對比嘅，因為咧前一輪咧日本先發生過一啲自然災害啊嘛，咁然之後咧發生完自然災害之後咧，日本當地就有好多嘅嗰啲商店咧，就將嗰啲物資就100英咁樣賣出去，就咁叫大家一齊共度時間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對照之後，你就會見到咧，香港咧啲人鬧得最犀利有啲乜嘢，就係話啲人需要膠紙嚟防風災。但是呢就一卷膠紙就可能10多元賣到80多元，咁當然就是網絡上面一片怨聲載道啦，就話貪錢啦，冇辦法共度時間啦，又話呢個城市啲人病咗啦定成咁樣。不過呢，當你睇落去之後呢，你會發現其實病咗嘅唔係嗰啲將膠紙賣到10元去到80元嘅人，真正病咗嘅究竟係啲乜嘢人呢？就係、是、一班網民，你會望到佢哋會好介意一卷膠紙由10元賣到80元，但係咧，我哋頭先一開始播俾你嗰條片咧，啲人係無動於衷嘅。究竟呢一個係乜嘢嘅價值觀呢？嗱，我哋可以見到，其實如果你話一卷膠紙由10元賣到80元，係咪真係咁過分呢？我哋可以見到平時落雨咧，街邊檔有啲遮賣俾你咧，平時一把遮可能講緊40元、50元、60元，一去到落雨賣俾你咧，嗰把遮就翻倍價或者三倍、四倍賣俾你噶啦。咁其實你話喺風災之前淋一日，用貴一倍、兩倍、三倍、四倍、五倍嘅價錢去買一啲原本你應該早就預備好嘅物資，係咪真係咁離譜咧？呢度我唔評論先啦。但係咧，一啲大家應該去真係介意嘅嘢咧，調翻轉就無人問津啦。例如啲乜嘢嘢咧？嗱，啱啱見到啦，大澳啲居民啦，佢哋堅持要死守喺嗰個地方，然之後咧。其實嗰日唔單止呢一單嘅，仲有好多單咧，就係講緊啲老人家佢哋唔肯接受政府嘅遷離啦，即係緊急避難啦。然之後仲有啲係喺新界嘅菜農啦，佢哋係堅持話：我哋係要同塊菜地共存亡噶啦，我要去到屋冧，我先至會走噶啦咁樣。咁結果咧出到嚟嘅後果係啲乜嘢咧？就係當有一班人佢哋好自私咁樣，自己堅持去留喺某個地方嘅時候咧，到出事啦。就是一班救援人員要衝入去冒住橫風橫雨冧樹呢樣嗰樣入去救佢哋，係咪冇發生呢？唔係冇發生啊！大澳嗰度咧先至有一個老人家手下就話身體不適，結果就要由救援人員入去去救佢。之但係你諗下啦，個救援人員冇出事啫喎。如果那班救援人員喺救佢嘅時候出咗啲咩冬瓜豆腐嘅話，你攞乜嘢嚟賠翻個仔俾人哋先？而香港人咧最神奇嘅地方就係咧，佢可以對住一卷膠紙由10元賣到80元，人哋賺你70元啊！你就鬧到七彩，但係咧，當一班人佢要你冒住生命危險去翻工啊，去呢樣嗰樣時候，嗱，即係呢個唔單止係封嗰日嘅事啦，封之後嘅陣間我哋再慢慢討論啦。香港人係無動於衷，佢就會覺得唔係啊，好正常，一班老人家唔想離開屋企啊嘛。你結果吹風嗰日咧，有啲乜嘢神奇嘅嘢發生咧？嗱，第一你可以見到啦，一班老人家佢堅持留喺嗰啲危險嘅地方，然之後咧啲救援人員就要過去救佢哋啦。嗱，之前仲有個阿婆話咩啊？唔走，梗係唔走啦！而家電話咁方便，我出咩事打個電話就會有橡皮艇入嚟救我噶啦咁講。跟住咧，然之後咧，一班又係上咗年紀嘅茶客，到打風嗰日走去飲茶，走去飲茶，然之後點樣咧？十號風咧吹爆咗個玻璃。跟住間茶樓先急急腳閂門，啲茶客先急急腳翻屋企。結果咧，又係搞著啲救援人員，又係搞著間，又係搞著啲服務人員。你諗下，作為一個服務人員喺香港打工，佢條命係幾咁嘅低賤，係幾咁慘。而香港人嗰種心態就係唔係啊？我比較關心嘅議題係喂，其實我唔關心喎呢啲嘢。我比較關心嘅議題係喂，點解我喺出街我要買一啲防風嘅物資，我調翻轉我係要買貴過其他人，我係要買貴過平時，而唔係我可以用翻平時嘅價錢去享受翻呢一啲咁嘅嘢。而你見到香港咧嗰個防風意識咧OK 嘅經歷即係其實你見到香港嗰個防風嗰個能力咧係高嘅，至起碼我哋今次冇見到啲真係好大型嘅災害先啦。咁但係咧香港人佢對於
面對颱風啊，或者係面對呢啲災害嘅時候咧，佢哋嗰只心態咧，仲未係有嗰只，我要提前可能一個禮拜，我就已經開始預備好曬啲嘢。因為其實你唔係唔知嘅喎，你唔係臨打風嗰日你先知道我要買定膠紙黐窗，我要呢樣嗰樣。前一個禮拜已經開始講緊嘅咯，即係當然主流媒體可能偶爾有一兩單啦，網上面已經鋪天蓋地，喂，差唔多吹到菲律賓啦，喂，吹到菲律賓啊，吹到幾犀利，死咗幾多個人啊，喂，已經吹緊過嚟香港啊，今次又好犀利，好犀利。但係網上面仲開人話，今次個風會有幾犀利啊？如果真係可以吹冧樹嘅話，我棵樹同佢食咗佢，係可以講呢啲咁嘅説話嘅。然之後繼續將呢啲將人哋嘅生命擺喺危險嘅地方咧，當開玩笑咁樣。嗱，除咗呢啲嘢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嘢係真係呢個真係香港人好犀利嘅地方咧 ？Facebook 有一個災害應變中心，係俾你哋上去打卡報平安。又或者係如果你有啲乜嘢嘢瀨咗嘢，你冇辦法用其他渠道聯絡到其他人嘅話咧，你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話俾人哋知，我出事啦，我需要啲咩物資。而家我哋見到啲乜嘢咧？香港人就喺呢個應變中心嗰度咧，不停咁鋪啊！山竹嚟到，我哋爭牛肉，要有山竹，要有牛肉，我先可以整到連龍點心出嚟。又或者話，喂，我打麻雀三缺得啦，揾個人上嚟打麻雀。就係當你會見到呢個地方嘅人，就係喺有呢自然災害嘅時候，佢哋仍然有咁嘅閒情逸致咧，去用一啲原本預備俾一啲緊急需求嘅緊急需要嘅措施，佢哋仍然可以攞嚟遊玩作樂，仍然可以攞嚟玩到好開心，玩到不亦樂乎。然之後咧，有人話，喂，唔好喎、啊！你哋喺呢啲地方玩呢啲咁嘅嘢，陣間有人真係佢有 post， 佢係有需要，人睇唔到出事喎、啊。佢話：冇搞錯啊！你真係求救，你就唔會上 Facebook 啦。你知唔知咁認真做乜鬼嘢啊？我哋玩命，我哋玩到你，你我做咩啊？嗱，我哋可以見到咩叫香港嗱，冇錯。結果咧，一個好好地地一個災害應變中心，一個叫做幫人嘅措施，就變咗做香港人用嚟玩嘢嘅工具。你係要都先要諗下，究竟係要嘅人係要受過啲乜嘢教育，係要經歷過啲乜嘢嘢，先會變成今時今日咁嘅樣咧？就係咁啦。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打風之前嘅準備啦。咁我講少少即係我睇法先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其實我都覺得即係膠紙啲咧，你要黐曬你屋企或者 office 啲窗要幾多卷啫？即係你平時都冇十卷八卷就係 office 啦，你屋企都冇一卷兩卷擺起身咧，我都覺得即係你嗰種咁嘅即係心態，然後你又怪啲膠紙炒到好貴，咁其實係你自己責任嘅問題咯。咁當然啦，有關膠紙我就細個係好印象深，有啲人貼膠紙都冇差用嘅乜乜叉叉咁樣。嗱，我啊試過啦，即係當然依家有好多人住新樓，咁啊好多都係強化玻璃嚟嘅，咁啊強化玻璃好似就唔需要黐。但普通玻璃咧，我試過一次啦，我喺我 friend 屋企試過一次啦，就係、是、打風，跟住無端端砰一聲，跟住又有個窗口，全部啲即係玻璃碎曬。即係你冇試過呢刻咧，即係其實就唔需要吹水，因為我試過，我就知道點解要黏膠紙。即係有多人仲講，膠紙都係廢嘅冇用。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唔知嗰啲咩科學上邊膠紙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塊玻璃冇咁裂咧？冇強化啲咧，我唔知道啦。但我可以肯定話俾你聽咧，如果唔黏膠紙咧，吹 Q 散咗嗰個窗啲碎片係多 Q 到咧，你難以想像。然後係成地都玻璃碎，跟住咧，我記得嗰日執足一日都冇用啊，因為咧佢碎得太細粒啦。我記得我加埋成屋人，再加埋菲傭都係即係全部執唔實。咁當然仲好狼狽啦，即係你個窗你揾布遮住冇用。我最尾唔知點樣揾塊木板，跟住即係揾到塊木板頂住佢啦。咁你話黐住啊，仲危險啊，大嚿啲。大嚿啲同細嚿啲都係一 Q 樣危險，啲細嚿咧你指下望住個窗，無端砰一聲啲即係玻璃打出嚟，咪打 Q 埋你隻眼咯。我就寧願大嚿啲啦，因為大嚿啲起碼佢即係散出嚟打到人哋隻眼，或者會去咗啲即係我哋講話即係搞到你傷害嗰、那個嗰機會係仲會大咯。咁當然啦，呢啲係我個人意見，咁啊其他人唔知點樣睇啦。不過咧講起咧玻璃呢一樣嘢咧，發生咗一個呢、這個我自己身邊發生，呢、這個真係非常之搞笑。咁啊，講緊咧，自己有個朋友咧，就住喺一棟好舊嘅公屋度咁樣啦。咁樣咧，舊嗰啲公屋，你知道九七前嗰啲公屋係有幾穩陣嘅啦。咁於是乎咧，佢哋嗰個位北區嚟嘅，北區你知道依家災害地區嚟噶啦。
佢封啊食到正一正。咁啊個朋友咧，佢就間屋就已經好耐冇裝修過，偶爾執一執咁樣啫。咁佢咧就嗰度乜事都冇，但係樓上樓下就一齊爆窗。嗯，就結果原來係乜嘢事咧？翻屋翻咧，佢樓上樓下咧就前幾年咧先至換過個窗簾埋玻璃換咗佢。嗯。我不知道，總之我依家因為我住有一度都是即係政府租用的，其實都爛玻璃咯。嗯、但係呢啲冇得講嘅，即係乜嘢叫做即係其實都是機率問題咯。咁點解我隔離嗰個冇 Q 事，我屋企個窗就打爛咗咧？點解我 friend 個落地玻璃會打穿咗，樓上樓下又冇事咧？即係其實又冇話到話因為某一種原因你住啲咩樓啊？舊樓我又試過，嗯、新樓我又試過，啊、即係究竟係關邊一樣嘢事呢？我覺得即如果你強行要找個因素，又沒有一些什麼實證，就沒什麼意思咯、嗯、好了、另外講一下即打風中間，即剛才你講到 Facebook， 即我們講一下什麼人們拿來玩，我又要客觀講，每一個拿來玩的都立刻被人圍屌。其實上次已經試過了，在天甲的時候呢都已經有人拿來玩的了、客觀點來講，玩的人數呢比我印象中是少了的，即今次有六七個到，而且這六七個都是被人家，即 你說香港人、哎、很低劑數、咁係有啲低質素嘅，咁呢個世界邊度都有低質素嘅人啦。咁你話香港人低質素嘅比例多唔多呢？咁你話喺呢個世界標準嚟講呢，我覺得最多都係即係 average 左右啦。即係都係有人圍屌㗎。即係你問我，我反而係覺得，喂嗰陣時打風打到最 Q 勁嘅時候，喂個個都咁 safe。嗱，有一啲人呢，我覺得真係要咁 safe。邊啲呢？即係我啲朋友住村屋，喂真係好危險㗎喎。即係我哋都心裏面諗，即係你會唔會出事啊？但當然啦，其實佢出事，佢喺佢自己 Facebook 已經有求救到啦。其實亦都唔需要喺嗰度撳 save 啦。但係即係你撳咗 save， 咁我同你唔係好熟，咁我知道你住得偏僻咁樣。即係你如果係住喺啲好即係市區咁樣樣，即係你撳 save， 其實我又覺得你會唔會撳早咗咧？即係依家都未 Q 打完風，你就話你自己 save， 咁然後之後即係我係講話，喂，你撳咗 save 之後，係咪代表你之後一路平安呢？喂，再加埋大家都知啦，原來打完風都未完嘅，即係個安全都未完嘅。即係你咁早撳 save 嘅原因，係因為個 Facebook 問你呢個問題，跟住你機械式回答啦，因為你係想 attention seeking， 即係、哦、我要即係借啲機會話俾人哋聽，其實我仲存在緊，定係點樣樣咧？咁我覺得即係你問我，即係呢嚿嘢點樣樣善用呢，就係、是、真係你有需要嘅時候先好用咯。即係平時我見即係我屋企即係唔係我 Facebook 有五十幾個 friend 報平安咁點咧？即係咪代表你依家已經好安全，以後唔需要再 care 你咧？即係呢個咁嘅機制，其實我諗大家都要反思，你是愛來用來通知你的朋友，因為你身處一個很危險的地方，你想報平安，因為純粹就是有人問你這個問題，你就按 yes 呢，即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最需要去細想咯。好了，當然啦，即打風我又要講，其實這個我可能在即 PK 世代呢想再詳細一點講的。你說現在香港人為什麼沒有防風的意識？當然就因為香港從來或者不是從來啦，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在打風的時候沒什麼危險或者沒什麼嚴重的災害啦。那我最記得小時候我爸媽已經跟我說了，即是溫代啊，當人來香港的時候不知道打死了好 Q 多人。我記得我小個嘅時候，唔好講十號風球，即係當然啦，其實有十幾年冇十號風球。我哋八號風球都嚴陣以待嘅，三號風球我哋都已經好小心噶啦。咁但係點解依家唔係？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因為一樓越起越密咯。喂，大佬啊，我依家係一啲都唔驚，十號風球我唔驚，因為我住嗰度係全部屏風樓圍 Q 住，咁冇風打到嚟，根本係連啊！即係嗰啲窗，以前我細個就住比較開陽嘅地方，我就完全知道打風叫做乜 Q 嘢。而家個風打埋嚟，我都感受唔到嘅。咁唔好再講十號風球住啦，八號風球以前啊，即係我哋而家就批評啲人啦。十號風球你仲落街飲茶乜乜叉叉，咁即係八號風球落街飲茶冇問題啦。而家事實上係，即係我身邊有啲朋友咧係怒屌啲人去十號風球落街乜乜叉叉，但佢補一句：你話八號風球啊，你去睇戲啊冇乜風啊，去飲茶我都話算啦。嚇！跟住我心諗，哦，原來而家香港八號風球落街睇戲同埋飲茶已經係我哋嘅常識嚟㗎啦。而我諗翻喺我個年代，係三號風球已經係要小心。咁你就知道點解香港人個防災知識係冇啦，因為當然係而家即係可能科技昌明咗，或者啲樓起 Q 密咗，咁咪八號風球都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咯。咁第二，唉，其實人生有幾可十號風球，係今年同上年突然間連續兩年有十號風球嘅啫。以前咧，我諗即係話五六年都唔會有一次十號風球嘅，即係。同埋可能又有幾次，即係因為你嗰個十號風球唔係咁大，喂，你乜上年天甲
咪就係因為你個經驗，咦都唔好誇張啫。澳門啊撲街啊，但香港好似冇事喎。咁今年受風球，你咪覺得，最多咪好似上年天鴿一樣，點知就發覺唔同咗咯。咁但係就算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你話香港人防災意識冇係，咁咪慢慢累積咯。你今次知道原來咁 Q 大鑊嘅，又冧樓啦。譬如我點解頭先 check 翻，即係其實另外一樣嘢我唔中意嘅就係啲假消息就周圍放。即係譬如有幅相就話有條友即係俾樹砸死咗咁樣，或者砸親啦之類咁樣啦。點後屘先發覺原來我哋喺跳樓，即係咁啱就喺棵樹隔離。咁又例如即係我睇話，哇、哎、慘啊，大角咀啊，即係個個都嚟打電，即係嚟問我，喂你屋企附近好似冧樓啊，吹到冧樓喎。跟住我查一查，佢話福利街。福利街咪就係我屋企附近，冇可能喎、啊！嗰度因為即係當然，其實嗰度都被人收購咗噶啦。咁但係我印象中嗰個位其實都唔算危樓啊，點會吹到咁誇張？同埋我睇嗰條片都唔似係我屋企附近嗰度。跟住睇睇先知，屌你連個新聞都報撚錯咗，根本就唔講得錯啦。新聞都報錯咗，根本就唔係福利街，根本就係另外一邊好 Q 遠啊！其實就係嗰陣時咧，話殺咗老豆老母藏屍案嗰頭，嗰啲樓就俾人收購曬，跟住就依家起咗利奧坊啦。其實遲啲都會拆噶啦。即係嗰度其實已經冇 Q 曬人住，好遠。即係當然啦，其實都危險啦。咁但係喂，你諗下，你記者就係因為可能 post 呢條片嗰個人話係福利街，或者佢唔知噏咗咩，你就話係福利街。咁結果就唔係。喂，就太多呢啲假新聞係周圍喺度傳播啦。有一啲譬如嗰度咧，我好懷疑，我覺得都係懷疑係假新聞，話咩荔枝角第十號風球第二日就有人抄過馬路。嗰度睇一睇，喂，嗰條街咁 Q 乾淨，完全係唔似係抄過馬路嗰日係十號風球之後咯。即係如果你有十號風球，你就知啦，喂，成條街都係垃圾噶嘛，所有地方尤其是舊街都係啦。即係呢一個究竟即係咪一啲真嘅新聞呢？你喺傳播，即係我哋成日都好心覺得，哎呀，有單新聞，我哋快啲轉發啦！你一定要話俾人聽啊！究竟嗰啲新聞係咪真嘅咧？尤其依家呢個資訊咁，即係我哋講話流通咁快，嗰、那個資訊係難以驗證嘅時候。你有冇谂过你传嘅嘢其实可能系假嘅咧？即系呢啲系我哋反而应该要即系仔细去谂一谂嘅咯。系啊，喂，唔好意思啊，我迟下会改正翻，因为冇办法，即系呢单嘢我实在太上心啦。咁啊，我哋依家就先讲咗就系预防风同埋呢一个打风啦。你点都估唔到啊，其实即系打风咧。雖然都有啲事發生，其實以前打親風都係有事發生嘅、嗯，即係打風有事發生，你係唔怪得個政府嘅。啱啊！所以呢個林鄭咁得戚話：，嘿呀，我啊都好欣慰，好自由。我又覺得即係當然唔到你得戚啦，其實係班公務員或者我哋講話渠務處有屋宇署又好，佢哋做得好，所以先會有呢個咁樣樣嘅結果啦。咁、嗯、但係即係我哋講反而就係喺呢個打完風之後，原來先係成個災難嘅開始。咁我哋呢依家先去一去广告，返嚟下一节再讲。大家 mark 低11月9号到13号 MIHKTV 胡志明市美食五天团口碑再遇再度出发，我哋再同 Triangle Japan 合作，乘坐越南航空公司的航班，早机去晚机返，住得好食得一定好，除了可以探尽越南地道美食，包括越南农家菜、美女乳猪宴，今次从新加入粤式的私房菜的烹饪训练班，我们还会拜访越南 Master Chef 所开的酒家，品尝他们的越南大户人家菜式，包你食到舐舐嚟。行程包括前往越战前最震撼的遗迹古之地道，去到连绵不绝的海岸线著称的度假天堂头顿海滩，登上耶稣山，一览梗是属于越南的南中国海的海景了，大探当地的海鲜大餐，啱晒做惯卧底的你啊！越南胡志明市美食五天团，团费6800元全包，够27人仲有机会一人一封大利是去 shopping 啊！旅行日期由11月9号到13号，快啲打电话上嚟39558673或者 WhatsApp 去98108874报名啊！快啲跟住我哋一起去不漏洞拉，进入胡志明市。